为一个节假日的小纪念品都是很不错的。来，我们一起开个箱。哇，开箱之后啊，可以发现啊，这块耳机真的犹如它的名字一般青春靓丽，过目不忘。这个呢就是珊瑚粉，很多屏幕面前的女孩子肯定会心动了，对不对？心动还不点赞吗？那这个耳机确确实实外观方面呢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的哈，采用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宝藏盒式的设计，一些切面呢也是非常的整洁且光滑，但是摸在手上的这种质感呢却是非常的舒适，有一种类肤质的感觉啊，怪不得它的昵称叫做小钻石啊，的的确确呢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 ins 风，这种又有复古又有潮流的气息。而且惊喜在哪儿？各位小伙伴，当当当当，在这儿看到了吗？是 Type C 的接口哈，正反面都可以插，非常的不错。不管是平常拿在裤兜里面，或者装在包包里面，或者摆放在你的房间里面，在桌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小物件，你们不觉得吗？好，我们接下来来开盒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开盒的这种紧致感哈，也是不错的。然后看一下耳机，这么去倒它也倒不出来哈。安全系数也得到了保障。我们打开耳机单机看一下，哇哦，蛮轻的哈。这个耳机单耳重多少克你们知道吗？只有 5.4 克，拿在手上呢真的是轻如鸿毛。但同样呢戴在耳朵里面呢，因为这种耳塞的一个人体的设计也是会非常的舒适。下面呢还有这么一个镶金的一个点缀哈，加在一块呢就是时尚不失尊贵，青春不是风采哈，我这个真有文化，真有文化。OK， 那这个耳机有一说一，除了好看之外，它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功能，就是主动降噪。因为 Dyplay 呢是一个主动研究降噪技术的蓝牙品牌，它的主动降噪功能呢可以很明显削弱外部环境的噪音，比如说你在通勤的路上或者在商场里面啊，可以。那有这么一个不错的外观，又有这么一个好的音质，价格真的哈199元，不知道你是否心动。不管心动怎么样今天就会在评论区抽一个小伙伴点赞最多的直接送给你们哈。那么咱们就先体验到这儿，下期见。